我。对，哎，是我打的电话。没有想到你会带你爸爸一起来。其实这次征婚的对象是我爸爸，不是我。冷静一下。母亲啊，母亲她已经那个，她出国了，出国了，她可能也不大想回来了，因为她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比较新潮啊，这个她习惯啊，这个外国啊比较物质啊各方面啊比较都充裕一些。不是，我没有太明白您父亲的意思啊，就是你母亲是出国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对。他出国他会回来吗？对不对？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吧？应该。对。应该，那如果他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他回来那就糗了。